究竟是个什么人物？三年前他让周琦成为国篮罪人，三年后目标升级，亲手把 NBA 巨星东契奇遣送回家。这个在欧锦赛八强赛砍下历史第三次三双的波兰人，绝对配得上一个 NBA 的席位。时间回到2019年男篮世界杯上，那个让所有中国球迷意难平的边线发球回合。其实早在周琦发出那个基地传球之前的几秒，波尼特卡就已经猜到了他的意图，所以在跟防赵睿的过程中，他的路线不是封堵，而是去超截。那一年波尼特卡25岁，是波兰的男篮队长。那场比赛除了这次抢断，他整整拿下了25分8篮板。没错，今早帮波兰淘汰斯洛文尼亚，轰下26分16篮板10助攻，用虚晃造成东契奇五犯离场，带队杀入四强的男人也正是波尼特卡。2010年 U17 世锦赛是波尼特卡第一次出名，他以领袖的身份带队连克强队，澳大利亚、西班牙、塞尔维亚都被波兰亲手斩落。总决赛还一度和比尔带队的美国队打得难解难分。当然，世青赛赢球与否不重要，个人能力的展现才是王道。波尼特卡以场均19分的成绩力压比尔，位列得分榜第二，并且拿下了 MVP。那一年的得分王是梳着爆炸头的郭艾伦。在强敌如林的欧洲篮坛，波兰和波尼特卡都称不上优秀，甚至得说平庸。在19年世界杯之前，波兰队几乎都在欧锦赛位列15名开外，没机会打奥运会和世界杯。至于波尼特卡，他在欧洲联赛效力，成绩也一直不出众。今年3月，由于和俄罗斯圣彼得堡的合约到期，也落得个无球可打的局面。但时别3日，当刮目相看，如今的波兰早已算不上篮球弱旅。且不说曾经呼风唤雨的波兰铁锤戈塔克，至少在规划球员 AJ 斯劳特和波尼特卡的带领下，他们已经能赢下那些 NBA 巨星。就像东契奇在赛后说的那样，我不是经纪人，但波尼特卡绝对值得一个 NBA 席位。